公安，我当一两事啊！我这个身子也看不了字，你帮我写个房子啊！身子看不了字了，是呢。哎呦，就是看不了字了。老大，你这个可是上千块的身子，房子叫我写房子咋个整？写房也不管你，没交够了，再挣五个字啊！天老叫你有事，我找你写还没乱弄。好，麻子。你在干嘛？一个村民大叔的手机坏了，我在帮他修手机。爸爸，你真厉害，连手机都会修。你没出生的时候，爸爸在手机店上过班。爸爸，你太牛了。这是几千块的手机，我要特别小心，万一弄坏了，我可赔不起。原来是里面坏了，给它修一下。把里面的组件拆开。继续拆螺丝钉。现在把手机和屏幕一分为二。妈，你个在哪？啊，弟个说话。老子，你可是看手机维修店了？别成闲台子啊！凭我多年修手机的经验，原来是电池和芯片坏了。我以前在手机店还有一些零配件，刚好可以拿来用。好狗不挡路。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，把电池装上，再把芯片装上就可以了。柯晨，你看你爸爸是在干什么？柯晨，你回来了，爸爸在修手机。等你长大了，爸爸把这门技术传给你，你就可以发家致富了。嗯。那我们去做饭吧。
大功告成，看一下能否开机。已经可以开机了，送去给大叔。老大，下次行哈了，谢谢你了。给你多少钱？老大，得水从人，几十只了，不要钱。我走了，吃饭没看？老大，感谢咱俩吃了，再见。